页，王羲之《集志春秋序》第22页中的第五行，这叶子的叶，这个笔画顺序要弄清楚。横画，再来这一笔先写中间过来旁边，然后再这四嘛，大部分的笔法是这样没错，加压往左勾，再来之字，折笔撇过来，然后这边要往右下收笔，这样之，再来文折，文章的文，再笔重轻起来，加压，就是文字，折字，折轻重轻，一撇，好，这里面大概就笔画大概都很整齐哈，没有什么代笔关系，所以比较简单一点。折，拐急，坤，急在这里涂完变了一个很大这斜度要抓好。代笔要该提的要提起来，再来坤。转折，折笔起来，撇，重跟金，带过来一点当然这也是不完整的然后这边是破掉这样过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是重字，再金，然后过来横画，先写直画，撇过来，折笔。金字，最后这个溃跟流我们来排好一下，溃流，下笔，然后这边稍微提一下这边有提的动作，折起来，然后再重轻。甩过来，勾，一，二，这样，这样子，溃，流，这代笔要出出来折笔，一，二，这样。最后泛字，勾起来，起来折笔，勾起来。